除了白士圈，劳力士还推出了另一款黑啡圈 GMT Master 2， 都是用3285机芯，以精钢和玫瑰金结合，官方建议售价为13400瑞士法郎，大约110000几港纸。今年的焦点回来，我就回来看好这一只红金钢的 GMT， 因为始终是第一只出红金钢的款式，咁同埋第一次出啡黑圈，即系红金钢系从未有过呢个配搭，定系 GMT 第一只？劳力士未曾出过呢一个颜色嘅 GMT 咯，可以咁讲，第一次出。咁我相信呢只表都会继百士之后，都系一个重点嘅，都系一个焦点嘅表款啦。咁相信一定冇钢表咁热炒噶啦，我相信就会逊色少少嘅。但系如果你话讲靓嘅程度，我觉得呢只靓过只百士添，即系因为有惊喜嘛。咁你百士你以前有啊嘛，见过啊嘛。咁但系呢一只就真系可能叫做处理下海啦，第一次出，咁可能另外又掀起另一个热潮都唔出奇。新呢个因为佢有红金钢啦，咁亦都第一次出一个 GMT 嘅全红金嘅手表。系啦，咁啊，亦都系未出过嘅，因为以前都系出18K 黄金，咁啊就系首次出18K 红金，咁我配搭出嚟亦都好靓，